嗨，各位，欢迎来到尼克学长频道。今天是大专杯比赛的第三天，依旧起了个大早。我们现在已经顺利进入八强了，还没看之前影片的话，记得点选上方连结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八强比赛，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。Lego， 来，现在整场只有我们辅仁大学到啊，看一下我们多重视这场比赛。蔡蔡，你刚刚说什么？啊，是有什么用？会不会赢？那我们就要靠你啦，小安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靠你了。各人赛已经结束了，
那我们现在来做角安同学蔡正安的场边。来，嗨，有没有信心？好问题。OK 啦，去年大专杯第二选手，看今年能不能顺利冲关呢？继续看下去。大专杯的比赛全部都比完了，昨天很可惜八强有一些片段因为储存空间不足的关系没有录到，那这次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如果喜欢的话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不准录影。真的吗？版权啊，反正你放我就告啊，反正我这样子过来然后这边剪掉然后再过去，反正你放我就告，人超多了，感觉要确诊了。好，各位，5月12号我已经筛过一次了，是阴性，但是5月14号今天太多同学确诊了，我再来试一次看看。我刚刚已经捅完了，现在来看一下我到底有没有确诊。哎呦靠呗。